1930年2月15日台湾台南庙宇庆典神明绕境祭时，非常珍贵的有声影片。观看次数70263次。2014年8月24日2769 196 https://www.youtube.com 张哲生 9.64 万位订阅者。这是美国的福斯电影公司 Fox Film Corporation 于1930年2月15日农历正月17日在台湾台南拍摄的有声新闻影片，摄影师为 Eric Mayo， 忠实记录了日治时期的台湾庙宇庆典活动，包括大观音亭新济公公送天师爷并列位尊神回銮绕境，以及开山神社、金延平郡王祠270年祭典活动。在这段影片里，我们可以看到穿着日本传统服饰在路旁围观的孩童，参与庆典游行的人力车与轿子，以及北管镇等珍贵画面。大观音亭新济公公送天师并列位尊神入关表开山神社祭典参加行列。昭和五年二月十五日，旧历正月十七日午前十时，本庙神鱼出发，十一时开山神社着，正午开山神社270年祭典参加行列绕境顺序如下。本庙起行番薯旗竹姿行打迎接上横街天宫城林三界潭林清水寺万川前府城隍林戏台后月地庙大人庙车城大埔送火王林开先王俊一所新路寿亭停车场本庙口五全进打迎接三四进林竹姿街五庙口住驾五分间内宫后城边内新街开先宫西园圆门末广挺至运河新挺北头南头保安宫三条巷梁皇宫出大陆法院前神社奢载灵武帝庙上横街大上帝侧后所至寿像孔子庙大陆至开先王仁后进月帝庙林园会进清水寺马公庙庙边住资行永华宫林出大陆孔子庙蔡氏浦法院前入下太子林出下太子梁皇宫金管城总赶宫东西园门下横街五庙街庙边赤看楼林县口尾林县城隍林沟前小妈祖林米街林小公园大舞台牛温窟大场口草寮后妈祖楼市金口普济殿后专资城粗旗康普济殿林蔡厝巷仁和街山行街水仙宫林北市街药王庙海安宫西罗殿林南市街内外宫后关帝港大天后宫五庙前范进士三元巷小上帝五全进本庙中午起行安路进总爷街林镇东门玉皇宫本庙边出大陆阴阳宫福隆宫林停车场大陆入庙平安大吉。林继浩表示有送佛。1930年昭和五年，日本政府为纪念荷兰人在台湾建城300年，由建立热兰遮城及安平古堡算起，特于10月26日至11月4日一连十天在台南举办台湾文化300年纪念会，展出台湾从原住民自由部落开始，历经荷兰、明政、清领到当代日治时期的文化史料与产业展，除了静态展览外，还有烟火秀、音乐会、戏剧、电影、诗人大会、主题讲座、全岛野球、棒球大赛等琳琅满目的庆祝活动。与台南息息相关的开山神社、
主祭正成功，今延平郡王祠也是此次纪念会的重头戏。十月三十日当天举办盛大的临时祭典，还特地将延平郡王郑成功请出来绕境市区，宛如一场盛大的嘉年华会，盛况空前。1930年10月26日的《台湾新民报》之相关报道如下：台湾文化300年纪念会。为纪念荷兰人兴建普罗民遮城及安平古堡300年，由台南市一所市政府主办，举行了规模宏大的台湾文化300年纪念会。活动项目多彩多姿，有烟火、竞马、画龙船、音乐、戏剧、电影、杂技等康乐活动，并有食料、教育、卫生、产业、花卉等展览会。台湾文化300年纪念会聘有10名顾问，连雅堂为唯一的台湾人。纪念活动最有意义，当为展览会与演讲会。展览会从1930年今日开始，至11月4日，历时10天。陈列的文史资料多达好几千件。演讲会主讲学者专家有毕元坦、台北帝国大学总长村上直次郎、台北地大文政学部南洋史教授素原俊一、台湾总督府建筑技师山中桥、台湾总督府台北图书馆馆长韦琦秀珍、台湾史专家以及连雅堂等人。连雅堂于11月1日在台南公会堂主讲正是时代之文化，由于听者未能详细预闻，意犹未尽，369小报社原应乡人之请，另主办台湾300年史讲演会，于20日起至29日，每晚7:00至9:00，在台南五庙佛祖厅由连雅堂开讲。台湾300年史，从荷兰人窃台以至以未割日，探源究尾，巨细靡遗。影片来源 https://www.youtube.com/redirect reader underscore token 等于 cofloc.mf/stab2w56cx j4c3xbq3jtc0 2 zenx2 5hs2 1yd vvos x j nu0 j j tyflovitz5q1xifiofs6ofstructimate xbv0a0 budget 6 goose by 3d 3d and event 等于 video underscore description and fee 等于 y x r underscore gain and q 等于 http://2a/2fmerkscedu/2fislandora/2fislandora/2fobject/2fosc/2fisk/2532099 485则留言。嘉鼎大道新济公送天师联合大绕境，府城南管社团正声社有出。影片最后面好几面旗帜后面有慈英亭紫竹社锣鼓，还有慈英亭大面头旗和大声为沱江爷。